黄明昊是金刚葫芦娃的第八娃，他的超能力是，开始，五个字。变帅，大魔法。展现魅力。三个字。分身术。起飞。滚。滚。傻。这不怪我，是有个人在我旁边。八娃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招数呀，往地上这样子。对呀，等下我们的超能力是滚啊，没有问题吧？哎，这问题在哪？滚不是超能力，滚得比人和人都快。那就你得说滚得快。